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呢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嚟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呢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欢迎各位来到今集的《释放香港》，我是梁雅玲。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永利街一號位置印務的李澤宇先生來到我們節目接受我們訪問。李先生你好。你好，我是永利街一號，我做位置印務呢，我做了60多年的位置印務。一號呢，我租一號那裡已經30多年了，因為在隔離街搬過來，因為做印刷已經做了60多年。咁印碳咧，即係現在 H19 啊 ，H19 以前咧成100間印碳。嗱，我哋講下，不如因為觀眾咧就未必知道即係 H19 係咩啊。我講埋啲街啊。好啊，嗱，講曬啲街。我講少少俾觀眾聽，就係嗱 H19 咧，其實就係一個市區重建項目。咁咧位置就係喺永利街啊、士丹頓街啊一帶。咁永利街咧，舊年咧就突然間好多人認識喎，就係因為咧有套《歲月神偷》。咁《歲月神偷》咧，其中有一幕咧，就喺阿李伯嗰個印刷鋪裏邊咧影嘅。咁李伯咧嗰個印刷機又即係上咗鏡啦。咁跟住咧就好多人認識得永利街，亦都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就走去永利街咧就專登去睇下阿李伯間印刷鋪啦。咁但係其實李伯咧，你喺永利街已經好多年㗎啦，係咪啊？永利街我30多年啦，30多年日做印刷，我自己做印刷做咗60多年嘅。永 H19 咧有成好多印刷㗎。以前咧嗱，我哋嗰度永利街1至12號地下11間做印刷，隔離城隍街、伊利近街、中和禮。華賢峰東、華賢峰西、士丹頓街全部都做印刷，係成個區都係成個區個區域咧，成100間印刷。印刷咧係文化嘅先鋒嚟嘅，啊係商業嘅指標啊！你若果冇印刷，啲商業冇咁發達。你嗰陣時印刷咧幫助個社會發達，幫助香港政府都好大。好，即係我哋咁嚟嘅，有成幾十間啲商行啊，日都要趕貨俾啲商行用啊。嗰現在嗰陣時咧，全部都用執住。我哋嗰度活版印刷，活版咧初時咧，未有電腦啊，有拉佬都未有，乜啲菲林乜都冇，都係用手嚟執。中文住又要執。英文住要執，咁我咁細間咧都要兩個人執住嘅，執住粒，全部都轉粒蚊一粒執翻嚟嘅，即係要嗱攞咗張 order 翻嚟，先揾住先，揾啲住翻嚟，邊個冇啊去買啦，咁揾頭嘢咧4點零鐘寫曬佢，咁拎佢住公司住啦，住咧聽朝9點半鐘至10點鐘去攞翻嚟，攞翻嚟先排版，咁就活住係咁樣嘅。中文是這樣，英文呢又是去買，英文呢那時候我們初初做的時候呢，香港都沒有英文，都在近禮洋行來樓來的，荷蘭來的、英國來的、哪裡來的買，一副一副買回來，有生意就立刻要買。譬如你英文要26個字母而已，你一個字有3個 A， 你要買3副，咁都都佢幾吃力嘅，初期做嗰陣時候好吃力。咁啊做啊，現在電腦時代，兼夾香港高地價，咁啊好多而家係電腦啦，跟住打印啦，電腦打印好多北移啦，好多結束啦。咁啊所剩嚟咧，成個 H19 都好多條街啊嘛，都冇曬啦。咁啊，淨係我哋嗰度咧，仲有啲舊嘅印刷，舊嘅鑽粒印刷機咧，成幾十年啦，都七十幾年嘅。我哋嗰部
西德海底堡印刷機第一代的活版印刷機，即係執板執住粒咁嚟印嘅，唔係用菲林印嘅。咁樣我做印刷做咗幾十年，即係對於印刷行印刷啲舊嘅傢俬咧，即係好有一份感情喺度。其實我都去過探阿李伯好多次，咁亦都我知道咧，其實有好多學生咧。都會即係專登嚟到李伯呢度啦，咁李伯好好心機咁樣，即係教啲學生，即係關於即係印刷業嘅。咁其實而家喺翻 H19 裏邊咧，好似剩翻都係得一兩間嘅即係印刷鋪嘅啫。淨係我嗰度咧，有啲乜嘢住都，我咩都補填。幾十年來咧，啲舊嘅傢俬我都補填。係啊。咁而隔離。嗰度咧，個七號嗰度咧，嗰度唔係呢啲嘅屙色仔，嗰啲係用菲林嘅，冇啲舊嘢嘅。即係你嗰部叫做海底堡啊嘛，你哋叫做嚇。係啊。嚇海德堡係咪啊？海德堡第一西德海德堡第一代活版印刷機嚟嘅。喺香港係咪唔係好多部嘅啫？而家我睇都係好難有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嗰啲或者會有。好難揾到佢，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地方有得佢啊嘛，嚇。咁譬如我希望政府咧，喺當地即係 H19 之內咧，要求政府咧做一個香港印刷歷史文化館。係。我要求咗好耐啦，要求咗好耐，都而家都未有答應。嗱，其實舊年咧就。政府或者係市建局，佢就宣布將永利街咧就剔出個重建項目，而將佢咧就係保育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睇到，即係市建局咧就將喺永利街裏邊已經收購咗嘅物業咧就喺度裝修緊嚇。咁另外有一啲就佢未買到啦。咁另外咧喺永利街前邊咧。就有一個叫做 Billy 姐士街街市，咁最近政府亦都宣布咧，會將 Billy 姐士街街市咧係擺喺嗰個活化歷史建築嘅計劃裏邊，咁就進行一個活化。咁嗱，李伯你一路就好提倡咧，就喺永利街咧成立呢個印刷嘅博物館或者印刷文化館嘅。咁你覺得即係用一個點樣嘅形式？將呢一個印刷文化同埋嗱呢啲機器啊、印刷機啊、字粒啊、好多工具啊，其實用一個咩嘅形式保留咧，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若果政府肯撥個地方嚟出嚟咧，嚇，就算喺H19街市嗰度都可以做得到噶。係。咁你將啲歷史嘅嘢，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路蘇曬到家下色迷啦，成行色迷啦。咁你可以以前所做嘅嘢，我可以全部供應曬出嚟啊嘛。咁誒，呢啲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而家色迷啦，冇啦。咁你而家啲香港人咧，知道香港印刷，咦？香港印刷咧都咁樣發展到家下喎，係嘛？咁香港都有個好去處啊嘛，咁同時咧下一代都知道啊嘛，你而家完全唔做，譬如我唔做嗰啲嘢，完全冇啦，咁你咪好可惜，好可惜噶，好你冇啦嘛，譬如我唔做啦，我83歲啦，我做咗幾時咧？咁係嘛，我唔做嗰啲嘢，當然就冇曬啦。咁好多都係教授都係咁，話你啊，你啲嘢咧唔好擠埋佢，唔好俾啲政府啊擠埋湯嚟，就算啊冇曬，你有錢都買唔到啊！我話我都知道啊，我心目中咧希望咧蘇曬出嚟，俾香港人咧有個好去處，知道啊印香港印刷進展到家啊咁樣，咁同時下一代都知道啊嘛，啲新青年呢啲年頭嗰陣時咁通識教育。我成日都講印刷咁成日講。好多學生嚟睇，係啊，好多係咪？好一團團嘅學生。三十即係廿一班都分兩注嚟。係。講我講到喉嚨都痛。教點樣執字粒啊？我都聽過。即係講嘅印刷行業啊，永利街停礦啊咁咯。係。咁啊，通識教育啊嘛，咁樣。
其實而家市建局喺度即係裝修緊永利街嘅一啲即係啲唐樓啦。咁但係咧，其實我都睇唔到佢有任何嘅一個保育嘅計劃嚇。係。佢其實都未有任何嘅宣布，究竟係點樣去保育永利街咧？如果想好好咁保育嗰個地方，其實理論上係應該嗰個地方嘅文化咧係可以展示翻出嚟。永利街咁多年嚟都係一條印刷街，咁李伯其實佢嗰、那個佢嘅印刷機啊，所有成套嘅字粒啊，好多嘢其實都應該係喺一個保育嘅計劃裏邊嘅喎。如果政府肯正式肯做咧，撥一間出嚟咧，咁你已經香港人都有啲地方啊嘛，我可以收曬嗰啲舊嘢出嚟啊嘛，我仲保存，現在仲保存。在度啊嘛，嚇！咁你如果係嗱，我嗰間樓咧，我係要租翻嚟噶嘛。如果唔係我啊，點話係我啊？我老咗就做咗出嚟啦，聽香港人有啲地方去啦，係嘛？咁你嚟到永利街睇咩嘢啫？冇嘢睇，拍嘅睡神湯。我其實覺得 Billy 姐士街街市咧，如果可以撥出一個範圍出嚟做一個印刷文化館咧，係最理想、最適合嘛。咁你香港人去到定都多啲了解印刷行嘅情形，知道啊香港印刷咧對於香港發展都有大好大嘅貢獻啊嘛。一行之中咧，抵幾千人做嘢噶嘛。印刷咧，仲幫襯好多人咧，住住粒啊，住中文啊，住英文啊，住住櫃啊，住瓜打啊，住圓片啊，好多行影響好多行業噶。印刷咧唔係淨係住啲印刷嗰業啊行啊，仲帶旺好多行業啊嘛。學你話齋係文化嘅先鋒係咪？如果冇印刷，我哋點樣即係傳播我哋嘅文化咧？係啊，若果冇印刷邊？有反彈啫，印刷咧文化先鋒係你冇文化，國家都唔會興旺啊！嚇、你冇商業，冇印刷，啲文件點啊？都印出嚟啊嘛！其實你有冇同政府傾過㗎？關於你呢一個諗法？我寫信就寫咁好多信啦，咁但係咧冇回覆，都冇點討論過。咁樣，所以我哋其實真係呢一個保育永利街、保育必烈姐士街街市，如果喺裏邊冇咗當區嘅文化嘅話，咁係究竟佢點樣做保育咧？我都一間空屋你係保育，一間空屋咯，都冇料嘅啦，係嘛？你有其他嘢喺度啊嘛？譬如你一間屋咧，仲有啲咦啊呢行喺度喎，呢行喺度咁，人家都知道啊嘛。啊，你保育。成日整好間屋都冇用啊！其實最近仲有冇好多市民走嚟永利街行啊？有啊，好多啊！高級嘅學府，多數都係香港大學啊、中文大學啊、樹人啊，好多高級啊！就算外國都好多啊，歐洲啊都好多人寫簿喺度啊，歐洲、新加坡最注重保育，係哇！新加坡。新加坡嚟探問我幾時？我啲嘢咧，我唔希望賣到新加坡。老實講，希望咧喺翻香港。我本人嚟計。係啊，其實如果能夠保留到，咁李伯你亦都可以。如果真係佢真係喺必烈姐士街街市啊，咁你都可以幫下手，即係教一下大家，或者一樣好似即係你而家做緊咁，做一啲導賞啊，大家又學一下呢個執字粒啊，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教育。係啊，你而家八十後，佢都唔知啲文字係乜，啲轉粒係乜嘢。我有時咧有心機嚟聽，我成日解釋啫。嗱，呢啲係幾多好？中文咧有六好、五好、四好、三好、二好、大好、粗好、特好，號數有咁多。仲有街書秀麗啊、仿宋啊、唐宋啊、老宋啊、黑頭啊，好多種類㗎。嚇！我諗而家因為大家咧都係。成日用電腦啦，但係我哋冇諗過，哇！原來印刷嘅歷史係咁樣嘅喎，原來以前係用啲咁大部嘅機嚟印嘅喎，嚇！要真係睇到先知。係啊係啊，即係啲中文嘅轉咧，粒粒街辛苦，粒粒都要錢買翻嚟嘅。
我哋日日都要買嘢買住嘅，日日都買，攞咗張 order 翻嚟，咁佢有啲廚櫃啲廚盤咧有分開噶嘛，通常用嗰啲叫托軸啊嘛，一個位一個位一個位啊嘛。譬如你用天宇用四個，個湯得兩個，你咪買兩個咯，即係咁樣，有托軸入軸噶。但係好細嘅喎。最細啲六毫咯。你係點樣執嘅嗰陣時？一樣咧，一樣執啫，工多技術啫嘛，冇嘢嘅，一樣啫，即係你打字啫嘛。嚇！又要好準確嘅喎。執住咧好少錯，即係執英文咧好少錯，係錯咧錯到派板嘅事。A 或者跌啲嘅 E 就喺度，你執冇人睇啊嘛。即係你哋打住打落佢嘅，我哋啲執住粒都係咁啫嘛。呢個 E A I O U 咁執啊嘛，咁你係派板嘅時候可能錯。英文咧。英文係好容易做啲，英文咧佢有最細咧六個 point， 咁啊最大72個 point， 咁啊住頭即係 heading 啊呢個頭嗰啲咧大用嗰啲布啊即係啲黑頭啊乜嘢咁啊，咁其他咧間間公司唔同啊，咁我哋買英文咧，譬如你26個字母。買一副住都係26個字母，你一行有三個 A， 你要買三副。係啊，即係擺咗好多本落去啊！其實係咪啊？你做咗呢行？係啊，你話係咪唔愛佢咪好可惜？係嘛？我記得我聽過你講，你話嗰陣時買你呢一架海底寶咧，可以買層樓㗎啦。係啊，嗰個時期係啊，嗰陣時啊，嗰陣時加唔加啲樓咧？我吞食嗰度咧，加唔加九號 A， 145,000嘅，買地下，而家政府收咗900多萬啦，賠償。咁你部海底寶幾多錢啊？爛鐵咯，唔係買翻嚟嗰陣時幾多錢？14萬咯，又係14萬啊！咁你又唔可以話爛鐵嚇，佢又好有文，即係我哋嘅價值噶嘛，係咪啊？咁第一地，咁第二嘅養活咗好多人。養活咗好多幾個家庭啊嘛，咁今日到今日亦都好多人係即係想了解多啲嘅時候，佢真係可以睇到部海底寶，真係可以睇到你嘅字粒。其實你係教咗好多人即係關於呢一個印刷方面嘅文化咯。係印刷咧學之不盡嘅，要天即係你人你排版嘅數學好啲嘅執住咧。幾多個 point， 幾多條圓片就夠啦。即係佢有四分一、二分一、三分四分一咁。即係我哋要12個 point， 為一個 M 啊嘛。咁啦，即係個腦咧諗住咧，咁咪快好多咯。你教啲我見咧嗱，又有小學生又有你，中學生又有，大學生又有，教授又有。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學嘢嘅有冇邊一啲人啊？哦，呢又多咯，呢度好多。最深刻咧，有個細路仔，中一嘅啫，好細個。咁佢成日都好多人嚟啊嘛，我都唔知咩學校啦。咁啊，成班學校嚟到定，我講印刷咁樣。咁個細路仔咧喺度猛寫，嗰個細路。中一就好細個啫，猛寫。咁我啊話太太啫，話呢細路好嘢。咁我即係指下佢話佢好。咁啊填兩個機，咁有個先生同埋細路仔嚟。佢話爸爸，我嚟多謝你啊！我多謝我乜嘢？我都唔記得咗乜嘢事啦。我話你俾個機會我啊，我考到個獎啊，攞到個獎啊！即係寫報告攞咗個獎啊！我話。我嗰日都睇到，我咁成班細路最勤力人哋，你喺度寫，你冇話周圍望，你嗰度寫，呢啲係你自己留心得嚟嘅，唔係我俾你。你而家即係留心聽住司長講嘢，你已經留心，你自己攞翻嚟嘅。咪學嘢係咁樣，如果你唔聽清楚咧，一線隔天涯啊，你寫嘢唔同啦咁。我話你希望你白鐵乾頭更進一步，你
自己努力啦咁。話係我俾佢，係你俾佢嘅。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文化嘅傳承嚟噶。所以頭先講啦，即係究竟呢一啲印刷嘅印刷機啊嗰啲嘢個價值喺邊？我諗我哋未必係講緊嗰十幾萬。其實透過你嘅介紹，好多人對呢一個印刷嘅文化咧係認識咗多咗。都而家希望咧，嗱自己咁嘅年紀咧，希望咧有社會有心人士咧。真係為呢個印刷文化館咧啊，承受真真正正俾香港人有個好好嘅體驗。香港人咧曉得就啊，原來印刷咁樣噶咁，好多唔知啊嘛。而家啲電腦啊嘛，係嘛？我諗最好嘅安排就佢會喺翻即係永利街或者係周圍啦，唔好將佢帶到好遠，係咪？喺翻一個現實嘅場景裏邊咧，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即係當年即係當印刷業好蓬勃嘅時候嗰、那個即係環境係點樣啊？嗰、那個即係當時嘅狀況咯。其實全盛時期係咩年代咧？全盛時六七十年。都係好旺啦、啊！最忙嗰陣時咧，係咪？嗰陣時間間都好忙啊！點解咁多印刷喺曬啲橫街窄巷，喺曬我哋上高 H 十九呢？嗯，因為我哋印刷咧，只要有個電話，咁咪做生意得啦。我哋唔需要喺大街大巷啊嘛。譬如啲大馬路萬幾蚊租，我呢度幾千蚊租，梗係喺上高啦咁樣啊嘛。所以喺埋一堆咯。係啊，啲橫街窄巷咯，我都即係留意到，譬如喺一啲譬如亞伯甸街啊，都係屬於都唔係話即係大街嗰度，多數都係橫街窄巷，但係又好近中環喎，係啊，又好近中環。中環咧，嗰陣商業區起曬中環啊嘛，係，而家就周圍啫。而嗰陣時商業區全部都喺中環啊，咁我哋上去攞。我打快啊嘛，咁所以個個都喺中環啦。所以你就行上行落啦，成日要喺。係啊，攞稿攞。誒，我想印嗰陣時咧，印咧，譬如我哋嚟計咧，雖然中文啊少啲，印英文咧，印嗰時佢哋印五天啊，印五天啊，印嗰時啊 ，confirmation 啊，嗱，北京呢時啊。咁好多啊嘛！好多都係從一啲即係商業嘅公司啊、商行啊，全部都商行喺中環嘅。嗯哼，所以咧集中印刷咧喺 H 十九啦範圍內啦。嗯哼，呢、這個就係其實我哋嘅地區嘅歷史啊，亦都係即係好有應該係作為一個保育嚟講咧，應該係能夠保留翻呢一度嘅一個特色。我記得嗰陣時附近都有一個華僑日報嘅喎，係咪啊？華僑日報文茂廟隔離咯。嗯哼。嗰陣時華僑日報都好多人，華僑日報咧，同埋印刷行咧都係印刷，但係嘅印刷咧單獨係轉粒，轉粒咧譬如一張稿分開嚟咯，你執一段，我執一段啦，一拍埋嘅咯。嗯哼。咁嗰啲係有，亦都係印刷。係。我哋咧係純粹商業嘅活版印刷，另外唔多同咯。有啲印書籍嘅喎，純粹印書籍嘅，咁分開嚟嘅。咁但係香港嘅印刷業而家嗰個狀況係點咧？會唔會其實好多已經上咗國內出咧？而家香港印刷咧已經即係稍微規模大啲啫，都係上大陸嘅。係，因為香港嘅租行太貴。香港的人工比較貴啲，咁大陸咧平好多啊嘛，而家，七八年前都個個都移民移上去啦，咁你香港咧即係冇得做啊嘛，你租行貴，人工貴，咁你大陸啊比較平啲。咁人工啊比較平啲咁咯。咁但係你哋咧，譬如又仲有冇生意啊？我哋有啊，有啲舊嘅咧老嘅主顧幫緊，都係咧而家咧冇執版嗰啲嘢啦。都係印，我哋都係變咗有柯色印啦，都係。都係電腦啊。都係電腦做稿，都係推飛咁印嘅啦。咁啊就少。
少很多了。現在有電腦打印嘛，現在的商行不需要幫我們嘛，都是一些即是舊客，可能一些印些單啊那些這樣。Middle order 那些即是去外國，即印度人呢去外國接生意那些，都是彩色的，那就寄去那裡。但是更加即顯出呢，我們如果能夠即保留這個活版印刷這一部分的歷史，也都可以即介紹給我們的下一代呢，其實是更加重要。如果沒有了這一部分的歷史，大家都不知道、哦、原來以前是這樣做印刷的。是的，你說是不是很可惜呢？這些罕有物品你收拾出來，有人知道啊，這樣你蓋埋它沒曬，是啊，沒件事，很浪費。其實我們看到呢細細的紙粒呢其實很漂亮的，有些紙粒呢轉粒有很多種類嘛、最主要呢，我們不是買定轉粒在等的，拿到order回來、所以要什麼才買什麼，也是這樣的。那在哪裡買回來的那些紙粒？那時候中環柱柱公司都很多間、人家印刷大起柱柱公司都幾間的、有博文啊、藝文啊、建國啊、特興啊、哇！呢啲名未聽過啊，真係。咁你印刷喺中環，駐住公司都咁多，駐中文定話駐英文咧？咁一有 order， 你發覺要買就即刻走去啲駐住公司嗰度攞咯喎。先揾定駐機先。駐機。譬如你。用幾多個？呢個湯有幾多個？掹曬出嚟先，揾曬先，冇嗰啲寫出嚟，咁啊。咁你而家咪收藏咗好多咯？嗰啲字粒。而家亂曬啊！而家咧中文咧已經亂曬，英文係好提。係。英文係冇喐多多。但係我喺你鋪頭都睇到好多喎，中文好多，中文好多。我冚埋曬啫嘛，好多嘛。喺個本嗰度有限啫，冚埋嗰啲仲多。如果可以即係攞翻出嚟，即係整理好，而即係可以展示咧，其實你可以展示啊！呢啲係街市嚟嘅，呢啲六號住嘅，呢啲四五號，呢啲三四號、三號、二號、大號、套，呢啲咩款？呢咩款？咩款咁啊？係好多嘢嘅。嗱，除咗印刷文化，其實有好多藝術家咧，亦都從即係印刷嗰度咧攞到好多靈感。最近我看到也都有些藝術家咧嚟到你哋鋪頭嗰度咧，就即係學習啦嚇。咁然後咧就將佢哋變成一啲藝術品喎，係咪啊？係啊。我仲攞我哋以前幾十年來嗰啲歷史嘅嗰陣時咧，唔係用電腦啦嘛。我哋一張畫咧，我哋用手嚟叫人寫出嚟嘅。嗰啲譬如一個艇貼。一條龍又要手畫出嚟，一條鳳又要畫出嚟噶。嗰陣時乜嘢都用手畫噶，你揾人畫係咪啊？揾人畫，好多嘢咧要配合。你需要乜嘢用手嚟？乜嘢用手做啊？嗯哼，你冇電腦，乜都冇啊嘛！嗰陣時真係一個手作業嚟嘅，全部用手啊。用手啊！咁我好多嗰啲咁嘅幾十年啊，都咁好多一代一代嘅嗰啲。係。拎出嚟咧，嗰日阿李美娟小姐，哇！呢啲好嘢，呢啲好嘢，我話好多，我哋好多啲咁嘅嘢。我第日得閒嚟。係啊。我話好啊，你咪嚟啦。係啊。他們其實是有很多很多靈感，我看到譬如有一些做陶瓷的藝術家來到李白那裡學習，也都結果又做了一個展覽，就是將陶瓷和印刷兩樣東西，就是有一個交流的。我覺得其實
即係除咗將印刷文化咧可以即係傳播之外咧，佢亦都變成咗我哋而家即係啲藝術嘅靈感。嗯，嚇，其實係好有意思嘅。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啱啱上到嚟，咁我話我執幾副住俾你咧，咁執幾副英文咧，咁咁我求其執幾副啫嘛，好簡單，執幾副啊嘛，咁都佢做到啲陶田，啲陶杯、陶田杯翻到嚟。係啊。好多印刷都牽連到好多嘢。係啊，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即係李伯嘅心願咧可以實現嘅，能夠咧喺永利街嗰度咧有一個印刷博物館。係。咁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啊，或者係市區重建局，或者係有心嘅人士咧，可以大家一齊諗辦法，等我哋咧將來香港咧可以有個地方咧可以睇到我哋嘅印刷歷史。係係啦。你最希望是咁，我的心愿都是咁。好啊！我活到而家都是希望。好，我哋一起要努力嘅。今天多谢晒李伯，好，多谢。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是咩嚟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佢哋嘅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